长辈不是都会那个叫你喝一些什么蔬菜汁啊？我觉得那个解酒是为什么，你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喝完我吐。今天我们要来揭晓我们的偏方。网络流传呢，他说生姜可以加速血液流通，消化体内的酒精。啊！这是什么节目嘛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会镜头里面，然后四个人在那边吃什么样？这什么样节目？什么样节目？